十二月号是 Vogue Taiwan 第一次尝试的 Icons Issue。这一次，我们把整本杂志献给了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舒淇。这期不像一般的杂志，只有封面故事。我们从时尚风格、红毯时刻和曾经与舒淇合作过的导演和演员为出发点，延伸出一本舒淇小百科，从中可以深入了解她的喜好、喜欢的时尚单品，甚至是她的拿手菜，还有她对人生的态度、向往的爱情观等等。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舒淇的迷人宇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ogue Taiwan 十二月号封面人物舒淇。